出。小子们，要不是下雨，还不得折腾到起脚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才是及时雨了。亲爱的，哎，看你淋的，还不快去画画？都几点了，还画成啥？快点吧。他娘，这要是没人听话，可不吉利。这要是传出去。
行，那不行，那你说咋办？那这，哎，我看咱还是按咱的老风俗办。老风俗？咱拿把扫帚放在窗台底下，哎，就当是有人听风了。梨花，梨花，哎呦，梨花！哎，你说这大木树叶，它干活啥？不是闹别扭吧？梨花，哎呦，梨花，梨花呀，咱该歇着了不？记上，我还有几句话嘞。哎呦喂，多咱说不了啊你啊。你可知两者一个知天地，你可知东八卦治了人心，那表贼蹭啊蹭地往前奔，我的心里等啊等的人家不睡，但三年恋爱到底梨花呀，感情爱的你咋就不急不靠不过不不慌不忙不心不急，哎呦呦，看着就是那美人。你说咋回事？那真是个急性子嘞。忘了你那时候了，那谁呢？随谁呗。你跟生气了？还真生气吗？哎呦，天多难呀、啊！那鱼腥扑扯的这脑疼啥了啊？啊啊去啊！嘿嘿，看看看看，咋说是吧？叫雨淋的感冒了吧？哎呦，走吧啊！走吧走吧走吧！哇，关大门了！你全叫人家替你去了，金包解除，全叫咱爹娘跑了。梨花，亲爱的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又慢着，又慢着，你这，弟哥，我问你，咱家里缺啥？您知道不？媳妇下了。咋置办的够全的了，缺啥？对，我得考考你。考考我？哎呦喂，不考俺早就糊了。那就别怨俺了。哎哎哎，考考考行了不？这还差不多。那慢着，我也有个条件。好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答对一句，你就得亲我一口。答错了你？答错了，我亲你一口啊！你真坏！你说咋家事吧？反正比你强。那咱开始。
行了行了，别您活了，家车歇歇着吧啊！准是狗蛋那帮小子。李花，咱也该歇着了不？我还得考你一道题。啊？你还考？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下一点了，就靠最后一道题。你，里边又烤开了。好，反正你也不想睡，我也和上了。那，咱可是考了。哎，可是你说的，咱就靠最后一道题。考官。东方日落，鸟儿远的东有你是月儿切。少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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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
事了吧？我不爱听。亲爱的，俺们好幸福哎。生女咱俩只了孩一个，有我的爹娘不要你呀、啊、美女的啊啥也没听见。对对对，我啥也没听见。